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维，今天来山里面看一下别人修那个山路干进度什么样啊，老板免费给我们修的，我们等流进来看就可以了。老板来我们村承包那个山地，然后帮我们修路，进来监督一下，看他修到哪里了。道理是上帮我们免费修，其实他也是为他自己修，因为他以后要施肥，要种果树啊什么。你不修路你也做不了啊，是吧？修路了对我们也肯定是有好处的、啊，所以可以说是共赢。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免费帮我们修路，然后我们进来监督修到哪里。随便你挖，挖龙挖虎，随便你挖。我发现我是一个视钱如粪土的人，不信你们看我后面。我发现我面前都是钱啊，你看这里一万、两万、三万、四万，哎呦，这个钱到底捡不捡呢？看我后面，其实我们村的山还是挺漂亮的，可能是没有别人的山那么高，但是。还是有点绿色的嘛。这条路呢是刚用挖机挖过的，挖过之后他说要等一年之后才硬挖，因为这地比较松嘛，要让它一年沉淀，然后唱硬挖了它才不会容易塌方嘛。那边有人放牛，修到这里了，快要打通别的村了，有兄弟在里干着了。挖机修路还是挺方便的。哎，这边的山，也没有什么好监督的。让它顺着原来的小路挖就可以了。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山里面有很多野渡的，现在一直都没有看见了。人在草坪上到处看见那些野渡有拉屎的，现在一个都没有了，估计也是灭绝了吧。为什么呢？难道是种这些桉树的原因吗？看来这些桉树污染太严重了，所以呢来承包这个山地的老板，我们不给他种这种桉树，他要种那种油茶，可以榨出油的那种，而且听说是很贵的那种哦。经过这里发现好多可以吃的野草啊，看这个酸酸的，这个真的蓝的，也还有挺多的酸酸的，这个神秘，never
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我就最后发现对。